什么？继续嘴炮转播。好，那就先全拍桌。好，抓手。拉起来。啊，也是，还是我。哇。啊。哇。太好了。笑。很明显呢、欸，我现在看觉得他超简单。对啊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要感谢的是小明并没有跟我们移动到这边来，所以我们能够换一个角度的确录音，让我们清楚看对方主攻手的路径。所以现成的身材要有限制，太宽的不太适合，特别是现在因为只用两个现成的话，必须站在长的。很好，阿良漂亮的吊球。我现在刚刚那个人打就很明显，超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只是说他会打上来，所以你站在那边，他实际上就对了。只是可是还不如那这样，不如站前面一点啊。如果站前面的话的好处是他，低的球你接，高的球用身体挡，只是说会挡，不知道挡到哪去就是。小明真的是二吗？可能是打到手肘弹出去。你这样讲，小明也是听不到。对啊。他可能有点耳朵刺刺痛之类的，可能是。要轮到这个奇怪的发球，哎，被告已经错了，然后八秒之内必须发出了。信娟很前面哦，对啊，因为刚卡到小球。小球。哇，这个怎么干的好？没有，完全就是他最后打哪里，就是他起跳的时候身体朝哪里就打，就是哪里。他就选好，如果他要转角度，例如说转直线的话，他起跳的时候人就会转直线。对。接得好。加时就站比较前面了。对啊，因为刚刚那个短的球。气势，我们现在说的是气势而已啊。那你去大喊啊！我要喊什么呢？你跟 Amy 讲要帮把气势喊起来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阿庆一直发货往旧得分。刚发生什么事、啊？刚差点撞到现场，不知道旁边有人。天好黑哦。对啊。
哦，刚跟信娟讲的是，就是站在蜂王手的旁边有两个地方。哦。我觉得是佩君只要有 Jason 的高度，我刚有点让人累。的确，还蛮想睡觉的。如果像 Berkeley 那样的昌明激进，我想刚刚那球就不会出现。好球，补得好，补得好。好，封网相当扎实。谢谢。阿兰看到那个手差了一点点而已，他刚跨蛮远的。对啊，原来少了阿庆差这么多。真的，他才是最佳球员，的确是当之无愧。没错 ，MVP 最有价值啊！真的。球，好球！可是其实我们也没有用这个阵容认真的练过球。对啊，完全没有。所以其实也算是配合的很好。球好球，信娟扑得好。好、oh. oh. ，有什么争议的话，我马上重播。谁触网？阿良抓到球，感觉是他。我想一定是因为他没有穿超强的 T 恤，没有神功加持。阿良打，我觉得应该是累了，或者是眼睛开始花，有点。这是什么 ？Trial in。这个哎、欸，应该问一下神龙大侠，这种状况裁判应该比什么手势才好？
可能的，其实还蛮累的。虽然没打很多比赛，但是就有一点点是蛮累的。对啊，而且稍微有一点点飘啦。对啊。好哎、欸。好、哦，有有。好久。先生。气死你了！打妹妹，这个点很难接，因为他刚好打，他刚好打到角落。因为打太深了，不太好接。好球，好球，漂亮！他真的接得很好啊，确实聪明的绕过。没错。哦，硬超。有，父子联手，超强。再加上物理系神奇的吊球关系，相当漂亮。啊，这次转了一下，意料外。也没有啊，他跳起来的时候就是朝那个方向。嗯。他是有点斜着跳。对。不过没有意料到他会打。是啊。好球，好球。站对位没接，也如果能站在左边一点，就完全是正打。对啊，差一点点。感觉还是发力的话，我想这球会挂网之类的。感觉还是要再站左边一点。好球！差点就要使出回体式。就是士气太差。好球！我们刚喊过暂停吗？好像喊过了。有吗？哦，好像有。这一局好像还没。对啊，刚刚喊过一次啊。是。这局好像还没。哦，有，这边有，好像是。好了，有了。哦，这样就是刚接了几球之后。我觉得其实就是阿良没有换上衣服，整个气势就不够。的确。他换上的话。超强。对啊。对方心里都确认了。有对到。对啊。真可惜。那我看看现在比数几比几。你觉得你拦到他吗？如果是我的话，大家跟刚一样啊，就是把我们的责任的那个线某个路线守住，对，那其他是要靠接球。当然，如果你说我们如果双人封网有练得好，可以并的话，那的确是可以。但是我们平常没有练的话，我们就没有认真练球了。的确是啊。信娟的背怎么了？痒痒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哦，神来一手，接到，换我们进攻了。士气的转捩点就从这里开始了，帅气。小明这次有看清楚，使出漂亮的转身，一边转一边手还指着场内。没，从来没看过他这么帅气。真的，对方女生整个怯懦，心里暗骂一声：干妈，怎么能从我头上掉下来？好球啊！你看对方，哎，接球的接坏。踩着线想做后排攻击，是不是有发过就得分？的确，阿良。当你看到这段影片的时候，记得就要发过，士气就握在你的手上。看，记得这么的差，对方只能把球放过来。真的啊、哦，好球！哎呦，哎呀，阿良专心在发球，攻击就疏忽了。刚刚怎么卡到？可能是脚磨到地板，还是刚刚相信后面帮忙接球。看看你们学校的地板，真是太干净，才不会卡到，才会卡到。打是啊。哎呀，太妙！北方压跟南方压大对决。
北方鸭以智取胜。南方鸭刚刚毛手毛脚就把球摸出去了，听不懂，可能是某个地方土话之类的。直线，直射，切外，完全有路在里面。没错，他要打你就跟他们讲一下。哦，至少也要使出水炮攻击啊！掉球，掉球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。没错，漂亮的吊球。我想，如果在三步来讲，可能是赵云吧。啊！人家可能是个吕布之类的，空有就是个毛手毛脚，做什么事都很用力，但是他不知道排球这个事情非常讲究。就是每个动作都非常的细腻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